怎么感觉今天很像是在家庭礼拜？还是其实你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啊，开玩笑啦齁。那还没有介绍，我们是小鹿凯音乐传创队，还有我们蓝心乐团的我们的主唱阿里奥。耶、大家晚安。其实如果我是 PA 老师的话，做阿美族的场最好了，因为他们用的灯光量比较少。如果弄到卢凯族或者是我们台湾族朋友，可能那个灯要全部都打开。对，没错。哦，那现在已经接近就是我们各个台湾原住民的部落收获季的季节时间。哦，那刚才有讲到嘛，吼，我是屏东的卢凯族，跟老祖我们的头目，哦，同样是屏东的卢凯族的年轻人。在台东的时间里面。我参与了很多不一样的族群，也参与了老人家的工作。曾经待最久的部落叫做达鲁马克，达鲁马克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部落哦。他们从古至今，他们的收获季哦没有断过，即使会所被日本人或者是被河传地的主任，哎，河传地的主人是谁了？河传局。哦，是是是。哦啊、对了，好紧张，我帮你答对，我因为我没有带奖品，我又怕台下都会抢答，先回答，奖品送自己。在一连串不一样的殖民单位哦，哎，单位，然后可是那个部落没有断过他们自己的一个会所的制度，好，那我是一个西鲁凯的年轻人，然后来参与一个东鲁凯的一个会所的制度，哦。通常在外面看，大家都看的是最美丽的两天，哇，好高的秋千，好勇敢的女人哦，好害羞的美丽哦，哇，大家都看到最后两天。可是，在那两天之前，哦，所有很多年轻的长辈，都必须多数的人要辞去自己的工作哦，然后回到部落，因为整整要回部落来做这个部落工作事务，哦，然后在那个当下，我看见很多。比较原始的那种自主的出发点的力量，好，我也参与了他们阿拉瓜的，好，我现在也是阿拉瓜的年轻人，好，那在毕业那一天，我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达鲁马克》，在讲阿拉瓜里面的事情，丰年祭之前，还有女生在做的事情，短短的啦吼，不会比我讲话还要长，很烦耶。因为我其实最近要出来选议员，好，那你就唱一句就好了，以免被怀疑。好，掌声鼓励。有没有低脚椅啊？难道只有高脚椅吗？因为我没有踏到地上，我有点不踏实。你不觉得我唱得很不自然啊？不是紧张了，是。我踩不到地，第一次当飞人，我第一次看阿里奥这样往下面看呢，恭喜你，真的没有吗？可以哦，他说可以降低高科技这样，我说真的啦，因为这样子会，哦，趁这个空档，你们可以先玩游戏，就是我们常常用这一招拖时间。哎，有了有了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，是是是，更勇敢，稳了稳了。这首达鲁马克献给大家，也献给今天有来这边的我们的头目吼，然后喽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。当然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们只有参加那个最快乐、最欢笑的最后那两天。可是，在这之前的一个月，每天都是数不完的汗水，每天都是感动，每天都是成长。当我们在阿拉瓜的时候，当我们在。扛大瓦扎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打秋千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被夜泪的时候，有很多老人家在看着我们流汗，
前的时空，有很多老人家在看着我们流汗，有很多老人家在看着我们的创作，13岁，大的将近20岁，像我们毕业的就可以结婚了，但是不能再进去做一些比较出众的工作，这就是考验每一个过程中到底有没有传承到。那么长的竹子不能转弯，然后要想办法运到会场。哇，这首歌《达鲁玛格》，希望大家可以。有机会的话，7月18号，然后还在这边宣传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啊，就是趁这个时候宣传。哦，没错。7月18号、19号。Yes 啊。他们的封烟机。达鲁玛格的封烟机。不要看他们的笑容很灿烂，前面有很多的辛苦跟流汗。没错。Oh yeah。沙包。瓦卡纳勒。达鲁玛，谢谢。Yes 啊。里面有讲到卡瓦扎哦，剧组哦 ，A 类 A 类就是被咬人狗打哦，不听话，不会用骂的，直接拿你同年你同年龄的就全部出来就要打，那个不会很痛，可是会让你差不多2-3天睡不着觉，那叫做心痛，哎，心痛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哎，干脆用吃的，哦、不错，好吃，开玩笑了哦，那是教鞭哦，从古至今那个 A 类咬人狗是就是我们会所的教鞭。哦、希望大家可以慢慢认识我们台湾原住民的美。报告完毕，我是3号拉法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你不是3号？3号？我是1号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吉他就交给我们的团长哦，老祖。是。